要知道说，哦，那个生魂啊，生魂不只有我们人类，植物也有，哦，我们植物啊，哦，也有生，哎，啊，植物哦，它没有觉啊，它只有生，哦，所以生魂哦就是植物，然后觉魂啊，就是那一些动物，动物它知道饿，不打它知道痛，哎，那个啊，就是有生魂，有觉魂。然后我们人啊，哎，注意力，它还有灵魂，有生魂，有结魂，还有灵魂。可是哦，我们要就是要知道，这个魂啊怎么写？云鬼，对不对？云啊，哎，就是佛说，哦，啊，佛在讲鬼，就是我们的魂啊，啊就是哦，走路啊，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面轮转，才叫魂啊。所以我们都讲性，对不对？性怎么写？地心生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要地，哦，立志的，哦，心，哎，我们要立志，然后生，哎，那个哦，哎，就是我们呐、啊，哦，佛性。所以哦，佛性呢、啊、跟灵魂，它呢，哦，各位要了解到，哦，不一不二。是一啦，但是也不是二，因为哈、哦，我们到地狱去啊，我们的佛性也陪我们去了、啊。哎，那为什么我们是到地狱去受苦？因为我们造业，所以要到地狱去。那佛性是无所不在，你到天堂，你到地狱啊，他都跟啊，他都在，他都有。哎，所以哦。哦，看他都能够走入真理世界，哦，能够明心见性，哦，能够走入修道轨道，哦，无比的安稳，哎，所以大家要努力。